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分享在Apache Openmeeting这个项目中间的一些项目的经验。我看今天来的很多都是大厂的啊，像我是一个，原来其实我是讲讲我自己个人在 Apache 的故事吧。其实我是做 Apache 项目做的比较早，我是99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从芝加哥回来的。当时其实最开始 Apache 他们那个项目成立，那个 foundation 成立的时候，就是在我们那个芝加哥附近。当时我们可能是用过他的，但是并没有。所以，他们一直问我，你是他这个 member 吗？我说我们用过他的东西，但是是不是他 member 真的是不晓得。所以说他们让我介绍，我一般就这么介绍。然后呢，我是在刚才那个微软的那个陈阳他们说那个2015年 Apache Road Show 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就是参加了，应该是比较早的一批在就是在国内做开源的这一块。然后我自己是我的这个职称是高级工程师，因为2005年当时原来的信息产业部做那个软考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批考的那个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自己后面在大学也教过书，做过计算机系的副主任，做过那个信息中心的主任等等，有十几年的开发经验吧，就是包括这个教学的经验。然后我今天的演讲主要是分为两部分，一个就是前面的一些幻灯片，然后后面因为这个会有一些配置，那我会用一点时间，耽误大家的时间，做一些配置给大家演示一下。翻不了。哦，没有插口是吧？啊？那要不我就在这边，放在上面可以，放在上面可以。对，好，可以。好，抱歉啊，因为这个电脑是我来之前，我自己那个台式机是可以配置的，但是这个演示，因为有几台虚拟机，有四个虚拟机组网。所以临时找一个朋友借了一个笔记本电脑给我，他的这个接口还比较新，是一个华硕的电脑，可能就是接口投不了，就是没办法翻页，耽误一点时间。也不行，是往下的，没反应。我在讲之前，我想请问一下，咱们在座的诸位朋友有没有使用过 Apache Openmeetings 的 ？Openmeetings 有没有听说过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工具？那使用这个就是微软的活动目录或者是 OpenLDAP Server 的这些有没有？举手我看一下。就是 LDAP Server 有没有用过是吧？其实也没关系。我今天演讲议程大概就是分这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如何将 Linux 机器加入到就是微软的活动目录，第二个是如何使用 LDAP 的凭据登录 Linux 客户端，然后就是 Apache Openmeetings 介绍和微软活动目录和 Apache Openmeetings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机制，最后那一点其实跟上面那个微软的活动目录是大同小异，主要是它的配置上有些细节不太一样。其实将Linux 加入到微软的活动目录去，这个是操作是比较简单，就是需要先安装一些包，安装这么一些包，包括像 SSD 啊，包括像 RAMD 啊，包括像 Sandbar 啊，包括Keep 5啊等等，这都是常见的一些包，对吧？装了完以后，然后使用那个 Ring Join 的命令，就一条命令，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把你的 Linux 机器加入到 AD， 但是前面两个先决条件做事情的时候也是比较重要的。首先就是你的 host name 你要定义好，要定义静态 IP 地址，然后就是 DNS 服务器要定义好。如果这两个定义不好，你这事情就做不成。然后使用这个 join 命令的时候 ，join 的时候你这个 user 啊，在你的活动目录中间是要有允许有添加计算机对象的权限才可以。当你把你的 Linux 客户端加入到微软活动目录进去以后，你就可以从任何的
Linux 客户端，或者甚至是从 Windows 的 Command Console 可以去登录进去，使用用的是你的活动目录的凭据登录进去。如果你想做 SSH 登录的话 ，SSH 登录的话，要注意的就是在 SSD 中间要把这几个，尤其是这个 default domain suffix 这个要加进去。我声明一下，我所有的这些试验是在 CentOS 7.9 的版本下完成的啊，其他的还没有试过。然后改完 SSD 完了以后，记得要重启一下 SSD 的配置。这是一些配置登录的信息，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中间做了一个Net 的映射，就是从另外在 Net 主网外的一台机器也是可以通过 SSH 登录进来，这是没问题的。好，下一页。前面讲的是在 AD 中间对吧 ？Linux 服务器，这个就是我的目录服务器换成了是 OpenLDAP， 它是一个开源的服务器，类似于像其实 Apache 也有一个叫做 Directory Server。Directory 也有这个功能，就是你可以通过也是就简单两个步骤就可以把你的 Linux 客户端加入到OpenLDAP Server 中间去，上面就是加一些安装一些包，然后你通过注册用 authconfig 注册将你的客户端注册到 LDAP 服务器中间去就可以，然后你像用这个 get password YMO 你就可以获得从你的 LDAP 服务器中间去获得你的凭据，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个凭据进行登录。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现在对安全要求比较高，如果你是在 LDAP Server 上面配了这个 TLS Certificate 的话，你可以使用这个比较简单的命令就测试出来，看你的客户端是否登录到了服务器里面。好，下一页。登录进行完以后，要做 SSH 集成的话呢，要注意的就是要有三个文件要配置，一个是那个 SSD 要允许你的 password 的登录，另外是 usepwn 要允许这个模块登录，然后就是在pwmdshd 的目录中间，在这个文件中间你要把 require 加这么一个命令，就允许你的客户端登录进去以后，允许它在系统里面建这个目录，对吧？也把这个加进去。剩下第三个配置文件就是加这四条，原来的默认的配置是 POM 下划线 SSS.SO， 你要记得把这几个 SSS 全换成 LDAP， 这样的话就可以再重启一下 SSD， 你就可以通过在任何也是在任何一个客户端，甚至是在 Windows Command 中间，你都可以就登录进去。等会儿我后面会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下一页，这个就是登录的一些信息啊。下一页就不再赘述了。好，下面重点讲一下 Apache Openmeetings。在三年疫情时期，我知道大家肯定是在网上协作的方式很多的是用这种可能是用 Zoom 用的比较多吧，对吧？ Zoom 啊还有 Teams 啊，这些可能微软用 Teams 对吧， Amazon 就是Teams对吧，然后国内还有免费的 Tencent Meeting 是用的比较多，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啊，都是比较好的。但是 Apache Openmeetings 它有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开源对吧，你可以搭建自己的私有云，那么你的所有绘画的数据这个视频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控制在你自己手中，你这个系统的安全性是很强的对吧，数据的安全性绘画的这些视频的安全性都不会泄露出去，还是有它的特点。好，请往下翻。而且它是一个多语言的版本，多语言版本尤其是跟国外沟通的时候，你比如说我如果用 Tencent Meetings 它最多提供英文版对吧，我只能是英文地区，我如果跟其他的小语种地区沟通的话那就用不了了，那么用 Apache Openmeetings 就会有这个好处，它是唯一开源的。这是登录进去以后一些界面的截图啊，等会我也会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好，下一页。安装的方式 Apache Openmeetings 它有两种安装方式，一个是容器的安装方式，一个是本地安装方式。我推荐还是用本地方式，因为本身像那个容器的话，如果你对容器操作不熟的话，你有可能前功尽弃。如果大家有使用过容器经验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个感觉，对吧？如果你一个命令，就是没敲好的话，你可能以前里面所有做的配置都会丢失掉了。本地安装方式呢，它的组件是比较多的，像 JDK 17 LibreOffice 是做文档转换的 ，Image Magic 是做图片的 ，Socks 是用来做音频的，FFmpeg 是用来做视频的，另外数据库连接器。然后它这里面就是比较从 7.0 的版本开始，比较重要的就是它要装 Cotton Server， 我想。有没有听说过 Cotton Server？ 就是那个打
动啊，打动了服务器。然后这个就是 Client Media Server， 这是它的 OpenMeetings 的那没多媒体服务器，但是它的多媒体服务器可能是部署在一个 NAT 的网的后面，部署在路由器的后面，这样就需要用 Cotton Server 去打动 Whole Branch， 你才能够访问到就是 NAT 后面的机器。这个这两点是稍微的tricky 一点。好，下一页。这是当你 Cotton 服务器装完以后，你可以使用这个trick SE 工具去测试它。测试等会也会，我等会也会给大家演示一下。主要就是看两个包，一个是 SRFX， 一个就是 Relay。出来这两个包的数据的时候，就知道你的 Cotton 服务器是安装成功的。好，下一页。这个是测试Client 流媒体服务器。我用的工具是就是在服务器端 NC Meeting， 在 Client 端使用 NCAT Meeting。这两个软件包本身是没安装的，你要去自己安装完了以后。然后在服务器端打开一个窗口，然后在客户端输入这个命令，这个三千就是你客户端打开的端口，这是你远程的装的 Cotton 服务器的 IP 地址，这是 Cotton 服务器的端口。如果测试成功的话，它等会就会，哎，这个不是很清楚，等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好，下一页。微软活动目录和 Apache OpenMeeting 是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机制，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R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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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制，你通过在活动目录中间，你加入你的这个组织用户的角色，你可以限制某一些组织的用户才可以使用 Apache OpenMeetings。这是产品一个配置的环境，上面是产品的环境，然后用的虚拟机是 Windows Server 2022 Data Center Azure Edition。虚拟机是无判斗，产品环境下我用的是无判斗，然后在测试环境下用的都是这个 CentOS， 这就不再赘述了。这是活动目录中间的开始的概念，零的概念。其实我们讲一个大型的企业，它的这个网络最上面一层就是 Forest， 下面就是 Domain， 可能会有很多 Domain， 那么每一个 Domain 下面它都有自己的 Tree， 都有自己的树，这个就是 Organization UnitOrganization Unit， 这是你的那个 Entry， 这里面就涉及到四个比较基本的概念，一个叫 DC， 什么叫 DC？ Domain Component， 一个 CN Common Name， 还有就是 OU Organization Unit，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 DN Distinction Name。我想可能你们在平时做写程序的时候，应该也碰到过，经常碰到这么一些这种。活动目录中间的一些这个 entry，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像这个 DN 就是 distinction name， 就这一个用户他的这个特征的这个特征值。CN 是 common name， 这个是 CN 就不是中国，对吧 ？CN users 也是 common name， 然后是 DC， 这是 domain component， 这个连接字符串是比较重要的，在 open meetings 中间的集成，错一个字母都打不出来。这是主网的拓扑，就是用四台虚拟机组成的一个net 网。上面那个是活动目录，这个是 Linux 客户端加入到活动目录去，这个是 Open LDAP Server， 然后这一个是就客户端加入到 Open LDAP Server， 然后是上面也装了 Open Meetings。希望等会能够有时间给在座的各位演示一下。这是。配置就是用 OpenMeetings 跟 MSAD 集成的先决的条件。首先，你要确保你的 Windows 服务器在运行，设置的外部服务器并安装 LDAP Client， 然后使用这些办法去测试。首先，你要测试你的 LDAP 服务器是已经工作的，是已经 working 的。那么有哪些方法呢？一个是使用 LDAP Search 的命令，这是比较常见的。另外就是使用一些GUI的工具。我个人比较喜欢 LDAP Browser。那现在呢？用的更多一点的是用 Apache Directory Studio， 等会我也会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是 Eclipse 的一个插件，也很方便的。通过这些测试工具，你就可以知道你的LDAP 服务器是不是已经在 working。这是配置文件，要注意的就是从最新的现在 OpenMeetings 最新的版本是 7.1.0， 从 7.0.0 开始以上，它的这些配置文件的目录就摆得跟以前都不一样啊。就是安装的时候要注意它的位置，这就是一些简单的配置的信息。那这就是刚才我前面讲过的这一个连接的字符串，你如果打错一个都登录不进去。
这是就 search query 就搜索字符串，像微软的活动目录，它有两种搜索的方式，一个是 user person name，user person name， 一个是 same account name。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user person name 就是你的 UID 后面一定要加上你这个域的域名，如果是 same account name 的话就不需要加域名，然后后面的都是这个 C style 的这种字符串的形式。搜索的方式是 subtree， 然后它授权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 search band， 还有一种是叫 simple band。 它这个地方我认为是有 bug 的，我们经过多少次的测试，就是在活动目录下面我们的 simple band 简单认授权方式它是不 working 的，它只认识这个就是涉嫌的 band。 这就是用户的 distinction name。 如果是在 simple band 的情况下面呢，这个你才需要定义，对吧？然后是在设计办的下面是不用管它的，这都是一次测试出来的。好 ，OpenLDAP 是我一的那个集成是差不多啊，比较类似。这是一些测试的环境，我是在一个 Windows 11的客户端上面安装的 VMware Workstation 16 Pro， 它这个配置相对还比较高一点。这是配置文件，你看大同小异，就是这个地方啊，这里连接字符串 admin 的话换成了就是不是像那个活动目录一样是 OpenLDAP 自己的这种连接字符串。我们在实践过程中，我有一个客户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就是 OpenLDAP 的服务器往往它是跟公司的邮件服务器联系起来的，那么邮件服务器上面的像这个账号密码，尤其是系统管理员的账号密码信息是很敏感的，是不太愿意被别人拿走的。那么有什么办法，就是你如果配置了这种就是 stick 的 TLS 的话，你可以在这个 LDAP admin 这个地方你可以用控制符串，这样的话就将你信息就是保护起来。我知道国内有些程序员我们是通过加解密的方式，对吧？就是用一个先加密，然后读出来的时候再写一个函数重新把它解密，再把它解出来，那种方式也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个系统里面，因为它的原理是不太一样，所以还只能是在这个字符串这个地方去进行控制。是配置跟前面大同小异啊，包括授权的方式，如果是 OpenLDAP 的话，就 Search Band 和 Simple Band 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这是 OpenMeetings 的 Log File， 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间 ，Log File 是很重要的。我这里简单的截取了几个例子，像前面的第一个 error on LDAP login， 它就是告诉你配置文件。Configuration cannot be retrieved， 然后告诉你的位置应该在哪里，在这里，对吧？在这个你应该在这个目录下去找这个文件。就前面我提到过的，从7.0开始，因为我们最开始测试的时候，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个把那个配置文件放在以前那个目录，哎，就是老是进不去。后面一找这个log file， 哦，才知道你应该现在把这个文件把它放到这个目录下面去，就是配置文件放在这个目录下面。这一个是当出现这些连接信息的时候 ，login ID 啊等等出现这些信息的时候，就证明你的OpenMeetings 已经和你的 LDAP 服务器已经成功的连接起来了。最后面这个信息 invalid login 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用户名要不就是输错了，要不就是达不到他的要求。比如说他默认的对系统的要求用户名是四个字母，我们有一个用户他恰巧他就只有三个字母。它只有三个字母，所以老登不进去。我们去找这个原因，后面我一看，哦 ，invalid login， 再去切找它的代码，才发现哦，你要把它的这个用户名改成四个，或者是你把系统的默认的对用户名的要求改成三个。这是里面最核心的一段代码，我个人认为最核心的啊，就是它在那个 LDAP login manager 的那个文件里面有这么一个函。do login 就每次你去登录的时候，它都会去调用这个 do login 这个函数去 check， 用一个 switch statement 去 check 你的这个设计是 band 还是这个 simple band， 对吧？前面我们也讲过了两种方式，如果是设计 band 的话，它会调一个函数，调这个涉嫌的 band 函数去搜索整个的这个活动目录。它如果是一个 simple band 的话，那直接 band 上去了，用这个 connection 是一个 interface， 是一个界面。Interface 它把它执行，然后就可以直接把它band check， 如果是都没有的话，它就程序就继续往下走。
其实这个配置也不算很复杂，那么就配置完成了，但是你就是要小心。然后看看还有多长时间，我想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好吧，这个过程在那里演示一下啊。我这里这个系统就是有关了啊。能看见不？前面看的是可以。好，我再简单的把前面讲的几个步骤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慢一点啊，登录进去。那就是 Linux 的客户端怎么使用它在 AD 目录中间的这个凭据进行登录。它稍微慢一点，我就先演示其他两个吧。先看这一个，这个是联系到 LDAP 的，我可以使用就是 L 前面说，哎，没反应，敲上去。哎，不是，都不能敲了，只有这个可以。这俩都不行了，可能是这个虚拟机配置的原因啊，现在都登录不进去了。它咋回事啊？抱歉啊，这个虚拟机因为是临时进行配置，它现在可能有些不 working 的。那我就只把那一个能演示的部分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吧？首先就是，这是 Apache Directory Studio， 我在这里建了两个连接，一个是访问 LDAP 服务器，一个是访问远程的活动目录。这个可以演示啊，这个还有一台机子是可以 working 的，这个就是远程装的一个 openmeetings， 我看一下，登录进去啊，登录进去，session timeout， 不管它，你看我这里默认的就是域，我配置的域默认是写 OM force， 那么这个域线登录不进去，要是要用管理员的话，要用到默认的就是本地的 DB 才登录进去。登录进来以后，你到
就会使用你的系统去进行远程的视频会系统。我刚才在这里配置的就是有个 LDAP 的 LDAP 登录，这就是配置文件。这个呢，使用的方法，使用登录的方法是，激活了域名的，所以它用的是 user principle name。找一个 user， 我们看一下 Apache Studio 里面这个 user， 好，有这么多 user 对吧？我找一个啊，找一个 security， 找这个 user。为什么找这个 user？ 因为我的配置文件已经对它进行限制，我只允许这一个组织人，他才可以去使用这个系统。Such file， 哦，打错了。外面 force， 那我的 search base 在这里 search base 我就是 security 对吧？我只允许，这就是通过限制你的角色，限制了你访问这个系统。这样就使用到了活动目录中间的用户的凭据登录 OpenMeetings。 好，登录成功。这个蓝色是 Connect to Media Server， 就是跟 Client Media 服务器发生通讯，成功了。那几个用凭据登录到系统的，因为虚机出问题了就演示不了，抱歉啊。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哦哦好，你有问题。咋了？幻想片放一下，放到最后去。啊，你好老师，就我看咱这个 Open。Meetings 它是基于这种在浏览器上面这样实施这种通信访问的，那它这个底层和 Web RTC 有啥关系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Web RTC 它是客户端嘛？客户端它，我在这里面说到了 Client Media Server， 其实 Client Media Server 它就是 Web RTC 后台的服务器。它 Open Meetings 原来最开始客户端的时候，它用的是叫 Nasilo。Nasilo 是欧洲的一个客户端的软件，然后后面它又换成了 JavaScript， 直到这几年它才换成了 Web RTC。 Web RTC 它跟 Client Media Server 去进行沟通的时候，它应该是 有两层的，一个是信号层 Signal 层，一个是 Message 层。它首先建立一个 Signal 层，然后再通过 Message 层把这个视频再把它就是再播放出来。 Web RTC 的效率更高嘛。好，谢谢老师。没事。哦，您说到这个地方了，我看一下啊，那个切换过来吧，到幻灯片了吧。它在这里面有一个配置文件，就是在 Client 下面，它在 Web RTC 它配置一个 Web RTC Endpoint， 使你的 Web RTC 使你跟后台的 Client Media 就是要结合起来。问题问得很好啊。我想这样，这是我的微信，我们在场的好像人不多了啊，我今天也没带什么其他东西，我带了一个小礼品。一个什么小礼品呢？因为我是微软的，就是它的 startup 初创企业的资助者中心的成员。那我想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同胞吧，然后你们加一下我的微信，然后呢你把你的那个
邮件地址发给我一下，然后我去申请一下，看看你们需不需要，就是那个 Microsoft Office 365嘛，它一年的使用费好像是1000多块钱嘛，一个账号，对吧？我现在手里还有一些富余的账号，但是我要去申请一下。然后你们可以，如果想需要这个，就一年这个免费使用的话啊，价值反正也不多，也就是1000多块钱。然后明年到期可能就用不了了。然后你们如果需要的话，就请加一下我的微信，然后把邮件地址发给我，然后我争取在5天之内跟你们去开通这个。然后你到时候应该是每一个账号可以在5个客户端去装，有一年的这个免费的使用，好吧？好，那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啊。